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不骑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12集。今天来大家聊领袖之政 Lobas Antisky 时候的一个日版的集岛。那为什么不是高清重置呢？因为其实我当年录的是一个美版，日版的话呢还没有给大家拍过，而且我发现我那个美版居然找不到啊，不知道去了哪里啊。莫非是某年的时候我已经把它卖掉啊？然后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又买了日版，就这段记忆我居然没有了。那么这款极岛的话呢，在领袖之政的玩具里头可以说是最差劲的其中之二啊，最差的是黑寡妇啊，那是妥妥的没有问题。那为什么会挑这款极岛出来做啊？因为前几天好像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图啊，不知道是官方要推出的一个新的这个极岛的模具呢，还是说有这个阿帕奇的新模具，我不是很清楚啊。反正呢，很高兴看到呢有厂商呢。啊，甚至最好是官方呢，愿意把这个角色呢重新来做一个重新来塑造一个新的一个模具。那么这款玩具当时的诟病的点呢就非常的多。首先的话呢，这是日版的话，它上面是没有涂装的，上面的这个东西都是贴纸，包括后面的车尾灯都是一个贴纸。然后这个家伙呢是个非常爱漂亮的角色，结果呢玩具呢就特意的做出一个刮痕。那美版也是一样，都有特地把它做出一个刮伤，那就跟角色有严重的不符。那人形的形态呢，待会你可以看到，可以见识一下，以及另外一个是尺寸的极度的缩水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现在最新的玩具啊，这个是围城系列的一个等级，你看它比围城的玩具呢还要再更小啊，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迷你，当时。各种被喷，各种被骂。你看，连这个车底的扎实的程度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。然后日版又比美版更差，因为日版的话呢，因为 Minicon 的关系，它身上都会多了一些插孔，在美版是没有这个的，也没有这个。那这个洞啊，美版也是有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硬是还多了一些累赘的东西在上面。以及这一款的话呢，几乎没有滚动性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轮胎啊。本身就是有问题啊，就是卡了卡，就卡的都太紧了。它不是铆钉啊，几乎本身就已经，除了这个还行啊，这个根本就推不动。你看啊，这个也是几乎都要推不动啊，非常非常糟糕。所以它几乎没有什么滚动性，这个跟变形有没有到位已经没有什么关系，你本身就是转不动的。它附带的这个 Minicon 呢，可以变形成一只螃蟹一样的东西。那这个 Minicon 也算是当时领袖之政这个 Lobas in the Sky 的时候呢，这个日版玩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呢、啊。那你可以把它往后面搓一下啊，就会变成是一个握持用的一个武器。那你要往上往下，这个端看你个人的偏好，这个角记得给收进去啊，这样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么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吧啊，能够如果这一款的话呢，真的有新模具要推出的话呢，我们都是很高兴的。那我手上这款日版的话呢，很多年没有拿出来玩啊，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它的左边的手腕跟左边的脚踝呢都是非常紧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这个地方啊特别给它上了一下细油，它就好转了很多了。这个脚的话呢，先把它给放出来，再来我们就可以顺势的呢，这个地方稍微推一下，把两个胳膊呢从这里给分开。那这里分开的时候呢，这里因为是透明部件，它的这个咬合的话呢，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左右咬合的。掰的时候呢，不要硬掰，小心一点。首先解开来就好了啊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车头这个部分呢，车头这个部分，跟这个，这个车子，应该说引擎盖中间，就跟这两侧的话呢，稍微的做一个分开啊，也是稍微这样子捏一下，它就错位就错开了。错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胸口的这一块部件，胸口中间的这块部件，我们把它先往下搓，这里打开。胸口这条先往下推一点点，再你可以看到头在下方，头要翻出来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头啊，你要往这个方向压下去，压到底，你会比较方便的。我们把这个头呢给翻出来啊，如果你没有往下顶到底的话呢，它这个头上这个天线啊，会去卡刀，就没那么好变了。那我们先把头推出来就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前轮呢做一个翻转，那我们就翻转的时候就是直接的这个把它这块部件往下推之后。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内外的翻转，把它的这个轮胎啊，跟这个手臂的话呢，做一个位置的一个翻转，这样子，把它给，哎，由内往外转出来了。这里的话呢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手的话呢，这一块部件先把它推到往下这个角度，然后这样一翻，
就可以做一个内外的翻折。翻出来之后啊，手臂的话呢，都先把它往外面推啊，尽量把它推开来。我们就把胸口这一块往下面推下来就可以了，这里直接往下推，然后这个往前面推到底，这里整个打出来，往下推到底。那么这里的话呢，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把它给扣上去。那么呢，按照说明书的，不对，不是说明，就是美版的合会啊，是整个是平的，是这样就算变完。其实它是应该是好往下推一点点了啊，把这个两个位置给推开。但是我发现我这款好像，我记得美版好像可以推得更开一点，我手上这款不知道为什么推得不是很开。后面两个部件把它给夹起来，然后呢，这里面啊，它是有一个缺口，在这边，它是要去咬住这个地方，把它扣上去的。但是呢，有些人好像说扣不太到，那我是觉得尽量把它扣到位吧，尽量把它扣到位吧啊。然后胳膊的话呢，给先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，肩胛把它往上提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一个非常腰挠的一个动作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做啊。它的这个手臂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全都给翻出来，原则上就是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，包上去 ，OK 了啊。那我记得是这一块部件是在前面。这里也是一样，你先把它自然的下垂，然后呢就包起来，这样做包一圈，转过来。其实变形的话呢，严格来讲，它的变形算行云流水，但是它的人形的完成度呢实在是太低了，人形的完成度真的太低了。我们把这个镜头的话呢给拉高一点点，或者是拉远一点点，哦，非常的不怎么样，它的这个部件。应该把它给扣上去。那么美版的话呢，还稍微好一点点。怎么说呢？美版的话呢，至少它的一个胸口啊是没有这一块部件的。但是日版的话呢，就因为 Minicon 的关系，还是提一下，就会有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，本来就已经够不像了啊，本来正面已经是它比较好看的一个点，但是还硬是胸口，然后最糟糕的就是这个背后，不要说背包，连背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当时我录美版的时候就这么说的，整个是空的，啊，可惜了它一个轮胎背在后面这么漂亮的一个设计。那这里是有个弹簧的，那面雕的话是很好看，可能是它最成功的一个点，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透光性。那可动的话，手臂的可动算是比较好，因为它关节很多，脚前后左右提，外摆内收，啊，其实都是有的。腰斩没有之外，大概大部分能动的呢，也都差不多能够动了啊。缺点不少，特别是人形，当然车型也没多好看，尺寸又有一个严重的缩水啊。那它附带的这个武器也是有一点不知所云呢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拿啊，你就拿成这样吧啊。如果觉得嫌太重啊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把它扣在后面啊。很多人说当初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白菜的时候买的，价格很低的时候买的。那看久了你会觉得好看吗？我只能说官方的玩具还是比较妙啊。你看久了可能也觉得还可以，你这样子看反而好看一点。由上往下看，反正有几个角度你可能还会觉得满意，但是空洞还是比较多的。那在领袖之上里头呢，这两个家伙呢可以说是一对，非常有趣的角色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讲到这边，主要的话呢是希望说呢，哎，真的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这个击倒的模具。那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